kapaila ay sa mapang na amitili ang kapaila ay sa mapang na amilibon ang kapaila ay sa mapang na amakaro ang kapaila ay sa mapang na amaluma ang kapaila ay sa mapang na amilagala ang kapaila ay sa mapang na amitsingko ang kapaila ay sa mapang na amitandang ang kapaila ay sa少情一次爱哭敌人阿卡巴伊拉爱上马达那亚马达亚阿卡巴伊拉爱上马拉扎马马达亚阿卡巴伊拉爱上乌卡巴诺阿杜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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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咿哟哦咿哟哦啊哦哎呦啊哦哎呀嘿呀嘿呀努哈乌哎嘿呀哦哎呀哦哎呀努啊哦哎呀哦咿哟嘿呀哦哎呦啊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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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啊哦哎呀今天应该说后天就要带小朋友出国啊，又有一个，也不小了呢，他应该很大了，二十一岁吧。我看他从高中到现在啊，小朋友长大好快，好恐怖哦。我们自己在长大，我们都不晓得，对不对？你们长很大了嘛，对不对？然后可以喝酒。然后这几天就在忙要出国的事情，然后这次要去的国家不像之前都是去法国、日本还是加拿大、香港、上海这种比较，物质生活、音响器材比较没有什么问题。这次要去的是那个斐济，哦，帛琉比较像大家听过的，他们有海边可以玩，我先玩看看，好吧，我再跟你讲。还有一个国家比较酷，叫吉里巴斯，听过没有？Google 找得到，那点下去的时候，真就好像 Google 不是都会标个红色点下去吗？
怎么点在那个旁边都是海，你忘记了也没有靠近纽西兰什么澳洲都没有，就是好像孤立一个岛，然后那个地方听说很可怜，因为它可怜是因为地球暖化之后，北极的冰融化，海洋要上升了，对，他们全国平均海拔只有2公尺，对，最高的地区只有7公尺，他们应该在30年，最快30年，最慢50年内要灭国，哎，好恐怖哦！对啊，他们可是他们明明没有什么重工业污染，然后都是别的国家那边重工业污染，然后破坏地球，然后造成地球暖化，结果他们成为了这样的受灾的地方，不知道啊。可他们的人不晓得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有害怕吗？害怕又怎样？也不是怎样啊，还是他们要。知道了，他们要开始研发制冰机，把海水再解冻回去，然后飘回去北极海。然后我每次都突发乱想，我的建议都不是很好的建议。你也可以讲说很有创意，就是啊，不过也要去一趟啊。那边没有台商啊，可是它是我们很重要的友邦国家，就是去那边可以拿我们的国旗腰啊，不会被怎么样啊，不用拿那个没什么奥运的梅花旗，就真的可以拿国旗。然后最有趣的是，上次他们有派官员来，然后外交部还要请我去那边跟他们吃饭，他们英文能力还蛮强的，他们好像以前是美国的殖民地吧，所以。我英文很烂的，我猜想他们英文蛮强的，虽然听起来有些腔调怪怪的，但是代表他们腔调怪怪，应该代表他们的母语还是很强的，母语比较强的就讲话就会有腔调，还觉得蛮有趣的。但第一次去那样的地方，还是很害怕啦。虽然会很开心说，因为外交部就讲说，他们那边的习性跟台湾原住民很像，都是什么南岛的岛屿的族群嘛，对，南岛屿族群，对，习性。他说我们这边1数到10啊，有8个跟他们那边一样。我说真的假的？8个哎，那我们真的是很近。就是我也想要去看他们的同胞到底是怎么会这么像，讲1数到10这样子，有8个一样，搞不好还是我们阿美族飘过去的。可是他们不像，我看到照片的时候很黑啊，而且还蛮胖的，很壮啊，很快啊，很胖这样，不知道。然后我也问我爸爸，因为我爸爸跑女儿遗传的。他没有去过那个地方，然后我爸爸最远跑到阿根廷，啊，印度洋什么地方可以跑船，我忘记了。爸爸也去跑船，然后应该也是台湾第一批就是跑远洋渔船的那个年代啊，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外劳嘛，就是台湾很重要的劳力资源都来自于。华东地区的阿美族，你给他仔细看哦，你要盖基隆港啊，基隆港盖好，然后那些阿美族就住在基隆啊，盖国际机场啊，国际机场盖好，然后就住在桃园啊，盖高速公路盖到台中就到台中，盖到台彰化就住在彰化，就以前台湾很重要的劳力资源都来自华东地区的阿美族，因为阿美族有一个习惯哦，就是也是一种观念哦。啊，因为母系社的会的关系，所以家里面的长辈都很担心男孩子嫁不出去，啊，所以要鼓励男孩子多勤劳，这样才有女生会选我们，才愿意娶我们。所以要勤劳最好的表现，最快速的表现是怎样？就是假装出去外面工作呢，就去山上，然后可是一直躲在那个凉亭里面。只要假装出去啊，去山上，然后过了到晚，再过了2、3天要再回来啊，因为我有去工作了，这个，那当然也有很多很认真工作的阿美族人，反正老人家就是希望男孩子多懂嘛，
多能啊，所以运动员也很多，也是因为这种状态，因为他不要你就坐在那边整天无所事事，嗯，你跑步也好，打棒球也好，看起来你有在活动，有在勤劳的感觉。所以我们比较没有什么歌手，比起贝南组，贝南组人少少，然后歌手那么多，歌手好密集啊。对啊，你看黄美珍啊，啊张惠妹嘛，对不对 ？Pink 也是，哎，都是好多。讨厌纪晓君神经脸，他们还会唱阿美族的歌，那算他们还有良心。啊，那因我爸爸是那个时候的早期第一批，就是很要请有两批啊，一个是一个叫做开发队，我爸他们知不知道？那个比较高级，那是去什么沙烏地阿拉伯帮人家盖马路，就是教人家怎么盖马路，还有教人家怎么盖房子，及去什么斯里兰卡。啊，我爸是第二批，就是那种比较辛苦的，就是跑营养一船。所以我爸其实他的护照盖的印章还比我多了，国外，不过他也辛苦了。他预计应该是今年就即将不要跑船了。我让我爸爸跑船跑太久了，都没有好好孝顺他。哎，表面上看起来像很红，毕竟还是表面。我的爸爸都知道我在干嘛，这样赚到的钱都拿乱花，回去部落花，去哪里花的。不过还是我很感谢我爸爸。啊嗨呀那嗨耶，嗨呀哦嗨呀，嗨哟呵嗨呀那哟耶，哦啊嗨呀那嗨耶，嗨呀哦嗨呀，嗨哟呵嗨呀那哟耶。嗨哟欢，嗨呀那哟耶，哦啊嗨呀那嗨耶，哦嗨哟嗨耶呀，嗨哟欢，嗨呀那哟耶。对不起啊，你们也原谅我吗？你是想喝酒哦？一直唱出，一直唱出，可是前面很好听啊。下句是什么？哎，有马达雅一卡古阿马达马达，你很厉害，你有学过阿美族语？有。有马达雅都卡古伊，米色的巴鲁族阿古，沙皮卡里族都达米纳。哦啊嗨呀那
哎呦哎，哎呀那呦耶。马路拉伊比布丁安，马尔克阿萨马安安，萨卡鲁马哈尼格马罗。谢谢你们包容我。啊，怎么这样啊？心情不好了，都明了。还怪你们？不好意思啊，各位服务周到的地方。这种感觉好像是杜兰糖厂唱歌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们去过杜兰糖厂吗？有。我算是在里面最优质的哦，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在台上两个小时只有唱三首歌，你知道他在干嘛吗？他在玩鼓哎。啊，我不要讲他是谁，害了他的名声。后来糖厂的人好像不让他去那边唱歌，很坏。不过聊天是好事啊，但是聊太多也不是很好的事。然后，只是因为一直做部落的事情啊，最近我爸爸要下船了，就很担心，就是因为老人家要照顾他。总不能一直叫他领老人年金吧？老人年金也没多少钱啊，才多少，3000块啊。对啊，好像吧。我们这种原住民对补助的事情，怎么那么没有敏感度呢？不太会申请的，很怕填写单子，因为现在到处都是诈骗系统，然后怕填错了。但我还是希望我爸爸有一个好的生活，然后。我会努力去工作赚钱，去赚一些偶像的钱。所以有一天我去演戏，不要觉得很压抑了。小弟我去打工，打工一下去赚一点零用钱给我爸爸花呀。刚才说就是每年在部落会做的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是陪着那些弟弟妹妹学一些传统技能的工作。像女生也有啊，女生的话像刺绣，大概做我绣的哦。手很巧，可是我还没嫁出去。但是这个是单面的，有没有在面的？好像也有这种双面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情人带上面的图腾，但是今天底是黑的啦，基本上以前老人家习惯的是用白色的底啊。那我找不到那样的素材，所以我就用黑的。就脸上又好像台湾族耶，还是卑南族？你分得出来每一个族的那个配色感觉吗？阿美族比较没有什么具体的图腾，像台湾族有他那个白布什嘛，泰雅族有菱形纹嘛，对，其实这几个族群的图腾还蛮鲜明的这样。
阿美族我们比较像城邦吧，不像他们有像排湾族有皇室，有所谓的头目。我们阿美族的头目是用选的，排湾族头目是世袭的，所以他们有皇室可以养得起工匠，所以他工些工匠就会做琉璃珠、做排、做陶壶，所以他们的工艺的发展就让他们再发展个500年，应该真的就会有皇帝了。住在山坡上的皇帝，黑黑的样子，就是他的皇宫是18亩，其实也蛮酷的，对不对？如果一个有皇室的建筑，哇，可能大家就对排湾族有一种改观的样子。阿美族比较像城邦，就像法国一样，就是以前法国就是一个城邦一个城邦，每个城邦有自己的王，那个领导者一样。我们的领导者是用选的，就。桃木是用血的，不是世袭的，因为阿美族算是很民主的，可能也是母系社会关系，因为真的管桃木的还是桃木的太太，所以男生只负责公共事务了，然后回到家里面就变小了，对吧？当然这个就比较像两性平权吧，比较没有那么就是。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就是自己出去外面社会的时候，才感觉得到这件事情。就我觉得疫情很好，在两性的这样的方法，就在一般台湾的女生好像都觉得，我觉得台湾的女生应该算很幸福了。我看日本女生，我觉得她们真的比较辛苦一点，而她们的男尊女卑的那种观念还是很彻底的，在日本的传统的气氛上、文化气氛上。可能你没有站到平埔族的那个哦，平埔族应该大部分也都是母系社会，有这样的一点点的感觉，对不对？对吧？对，你讲对啊，对，说对啊，对，好啦，很敷衍。唱最后一首歌，然后待会去跟大家聊天啊，休息一下，我想要放另外一个酒。还是不要休息，可是我想要上厕所。好，这首歌是我鼓励我自己，当然也是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分享。这首歌叫《过生活》。好想回到从前时。
能够，我却突然涌上心头，小小的承诺也没忘记过，傻傻的过生活，过生活。休息一下，我要回来。